听到那个放那种很振奋音乐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自己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运动员。重要的仪式真的进入这个赛季，大家更像一家人，然后我们更珍惜彼此相处时间，莫名的有一种荣誉感，知道说哇，竞争要开始了，慢慢的就进入状况了，慢慢就知道哎，比赛是怎么回事。我其实蛮兴奋的，也很迫不及待可以跟蓝队一起竞赛。